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吴伟荣编导。嘉靖继位，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爱好享乐，荒台政务，奸佞小人恃势横行，执政的恭卿大臣无所适从，贪官污吏可以肆无忌惮，令到明朝的政治进一步败坏。正德十三年六月，宁王朱宸濠在江西南昌起兵反叛，宁王率领战船沿长江东下，准备攻打南京，形势十分危急。好在宁王的战船在安庆受阻，而王守仁由江西南部的贡州领兵北上，攻入南昌，占领宁王的根据地，令到宁王进退两难，最后被明朝官兵打败。正德皇帝借讨伐宁王为名巡行南京，在平定宁王宸濠反叛之后，继续在江南各地游玩，直到正德十五年年底才回到北京。可能由于劳累过度，正德皇帝在回程的时候感染风寒，回京之后病情日趋沉重，终于在正德十六年农历三月十四日病死在炮房之内，当时正德皇帝只有三十一岁。正德皇帝英年早逝，而且未有皇子，而正德皇帝本人又没有亲兄弟，所以帝位承继必须有特别安排。皇族之中关系最接近的是正德皇帝的堂细佬，亦即是明孝宗弘治皇帝的四弟朱佑元的长子朱厚熜。朱佑元以皇子身份封为兴王，封国在湖广安陆州，亦即是今日的湖北省中长县。正德十四年，朱佑元病死，皇位由朱厚熜承继。正德的母亲张太后、国舅张学龄打算迎立朱厚熜，于是派太监谷大用、张永去征求大学士杨廷和、蒋勉、毛杞、梁柱等人的意见。杨国老，梁国老，圣上不幸驾崩，而且未有子嗣，皇太后为了这件事十分焦虑，所以派我谷大用来问冤国，征求两位国老的意见，两位认为应该怎解决呢？唉，圣上英年早逝，帝位虚元，如果不及早定策迎立新君，必定会引起纷争。是，梁国老讲得啱，一定要及早定策，稳定大局。咁两位认为应该迎立边位呢？梁国老，你是三朝元老，你认为点呢？谷公公、解夫卿，迎立外藩最好是皇室近之，以免引起争执。皇室近之，皇太后亦都系咁谂。近之宗室之中，以兴王嘅长子厚熜同大行皇帝嘅关系最亲近。兴王长子厚熜，系佢系宪宗皇帝嘅皇孙，大行皇帝嘅堂弟，今年只有十五岁。十五岁，十五岁似乎稍为年轻，未必能够担当重任吧。但是皇太后认为
如果新皇帝年纪太大，容易自作主张，变更旧制，为朝廷增添烦恼，倒不如立一个少年天子，由各位公卿悉心辅导，对国家对朝廷都更加有利。冇错，皇太后圣明，朝廷当今急务是革除前朝弊政，恢复祖宗法度，如果变更太多反为不美。冇错，是叔侯卿你讲得啱，迎立兴王长子的确是相策。两位国老既然都赞成迎立兴王长子，咁请两位去慈寿宫朝见皇太后，听候皇太后的训示。微臣杨廷和参见皇太后陛下。两位国老，迎立兴王长子侯冲的事两位都赞成嘛？启禀皇太后陛下，兴王长子是宪宗皇帝的皇孙，和大行皇帝的关系最亲密，迎立他继承帝位是名正言顺，朝廷的恭卿大臣并无异议。好，好，既然恭卿大臣都赞成迎立兴王长子，咁朕都可以安心啦。梁国老、杨国老，怒烦你哋立刻以定为诏，迎接佢入京啦。微臣遵旨。微臣杨廷和启禀皇太后陛下，如今自君远在湖广安陆，入京继承大位非四五十日不可，国家大事不可一日荒废，微臣恳请太后陛下准许内阁暂时掌管朝政，等待新天子。杨国老都讲得有道理。太后陛下，大行皇帝被奸人迷惑，宫中朝中都有奸臣的爪牙挡与盘踞，如果不及早清除，他日必留后患，请太后陛下明察。吓，奸臣？你说江彬？太后圣明，江彬自此大行对他宠信，把持禁军，而且勾结宫中宦官和朝中大臣，如果他趁住帝位虚元，人心未定，图谋不轨，那就难以收拾了。微臣恳请太后陛下尽快清除江彬。是，非清除江彬不可，但是他手握兵权，如果处理失当，恐怕而生祸端吧。启禀太后，这件事微臣已经想过，清除江彬必须自取。自取？是。好，这件事就由杨国老来处置了。微臣遵旨。梁国老在。怒烦你率领定国公徐光造、驸马崔元、礼部尚书无情同埋太监谷大用去湖广安陆迎接兴王长子入京呢。微臣遵旨。
启禀干殿下，奴才魏斌已经打听清楚，慈寿太后已经决定派大学士梁柱和太监谷大用他们去湖广安陆迎接兴王长子入京继承大位了。嗯，魏公公，听闻这个兴王世子今年只不过得十四五岁，而且生长在湖广偏远地方，不懂得治理朝政，太后迎立这个小子，贪他容易摆布。但是太后老了，国舅张学龄又得不到臣民信服，干殿下你手握兵权，他们要把持朝政，非干殿下你合作不可。当然当然，新天子继位一定要由我江斌来辅政啊。到时大明天下就操纵在干殿下你的手中了。好，我辅政之后就任命你做司礼太监。谢殿下，谢殿下。杨国老在，你忽然驾临寒舍，未知有何赐教呢？启禀干殿下，老夫是奉了皇太后懿旨，请干殿下入宫，有要事商议的。有要事商议？是。好，立即下令卫兵准备，同我入宫见驾。哎，等阵，干殿下，这件事事关机密，不可以张扬。哦，不可以张扬？是，太后为了迎接新天子，打算重新装修乾清、坤宁两处宫殿，召集恭卿大臣入宫拜祭老班先师。祭祀完毕，留干殿下你商议大事，事决之后再向恭卿宣告。哦，是，不可以张扬，不可以张扬。咁，请干殿下你更衣沐浴，尽快入宫。好。杨国老在，我们已经祭完神了，太后几时召见啊？干殿下稍安无躁，太后有旨，请干殿下在宫中午膳，吃完饭之后自然会安排朝见。还要等饭后？人来，侍候干殿下午膳。遵命。干殿下，老夫去慈寿宫请旨，请你自便啊。失陪失陪。宫中礼仪多多，总比不上炮房自在啊。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在这里等了大半日，太后几时召见啊？请干殿下耐心等候。耐心？杨廷和去了半日，究竟几时才回来啊？不得，我要去慈寿宫。杨国老吩咐干殿下不可以随便走动的。岂有此理，我是先帝的干王子，为什么不可以随意走动啊？我要出去。干殿下，干殿下。
情报，宫禁森严，闲杂人等不得乱闯。我是江彬，奉旨入宫朝见太后的。你是江彬？俾入宫的牙牌我睇下。牙牌？牙牌？点啊？未有牙牌，分明是乱闯。吓、啊！嚟，捉住佢。系，佢打。系，你快啲放开我，放我！杨阁老嚟啦，杨阁老，杨阁老。太后有旨，捉拿奸臣江彬。吓、啊？你杨廷和你奸臣江彬迷惑先帝，逐乱朝政，舞弊营私，图谋不轨，全太后手谕，将佢治应得之罪。哼，杨廷和，你用阴谋引我入宫，对我不利，你敢动我分毫，经营嘅将士一定唔会放过你嘅。江彬，太后已经降旨削除你嘅兵权，啊、你嘅爪牙亲信全部收押喺锦衣卫监狱，经营嘅将士暂时由内阁指挥，你已经冇能力作恶啦。人嚟，压佢落去，放开我，放开我。正德皇帝死咗之后冇几耐，大学士杨廷和奉咗慈寿皇太后张氏嘅懿旨，逮捕正德皇帝嘅亲信，视为江彬。后来将江彬抄家处死，江彬嘅爪牙、党羽亦都被治罪。杨廷和系四川省成都府新都县人，进士出身。弘治年间曾经教太子，亦即系后来嘅正德皇帝读书。正德皇帝继位之后，杨廷和因为得罪刘瑾，被贬去南京。刘瑾治罪之后，杨廷和被任命为内阁大学士，冇几耐代替李东阳成为首辅。杨廷和为人耿直，而且有谋略，甚得朝中同僚敬重。逮捕江彬，为明朝解除咗一次武将干政嘅危险。喺同一时期，另一位大学士梁柱率领一大群使者去湖广安陆迎接兴王长子朱厚熜入京继位。朱厚熜虽然只有15岁，但是性格倔强，由湖广跟随他入京的僚属有50多人，其中兴王府长史，亦即是王府的秘书长袁忠高，为人足智多谋。正德16年4月22日，朱厚熜到达北京城。臣等恭迎兴王世子殿下。各位恭卿免礼。谢殿下。启禀殿下，微臣是少师华盖殿大学士杨廷和。哦，你就是杨少师啦。微臣正是。杨少师，自从先帝驾崩，少师你在朝中主持大局，太辛劳你啦。微臣应该为国辛劳的。殿下登极之后，内阁立刻还政天子。好，好，殿下，慈寿皇太后在宫中等候，请殿下由东安门入宫，移驾文华殿，以皇太子礼仪朝见皇太后。啊、然后驾行奉天殿，行登极典礼。以皇太子礼朝见太后。是袁长史啊，你认为点啊？殿下，东安门是紫禁城的侧门，恭卿大臣希望殿下你先认母再登极。哼，孤有亲生父母，怎可以认其他人做父母的？但是按祖宗礼制，少师，先帝未有子嗣，国统断绝，
兴王世子是献宗之孙，效忠亲侄，而兄弟亲疏次序继承大统是理所当然，合乎祖宗礼制，何必改称王子呢？啊，殿下必须由大明门入宫，直入奉天殿，登极之后再移驾后宫参见皇太后。啊，由大明门入宫，先登极，再参见太后。如果你哋唔答应，故立刻翻去湖广。介夫卿，无谓争论啦。呢件事立刻禀命皇太后，请求裁决啦。新天子的登极大典终于大功告成了。是啊，皇太后为了息事宁人，准许新天子由大明门入宫。但是天子并没有因此退让，他不但只不肯叩见母后，连恭卿大臣建议的绍治年号都拒绝采纳，改元加政，咁分明系唔愿意继承效忠皇帝，要自成正统。唉，介夫卿，大局已定，无谓再争啦。我梁柱老啦，决定告老还乡。啊，朝廷嘅事，唉，唔想再过问。少师你要告老还乡？系啊，京城系是非之地。介夫卿，功成身退，只系上策啊！中华五千年之嘉靖继位，系由宋立洋、温泉、蔡雅阁、余少奇、郑启明。丁家湘、曾永强、陈炳球、林有荣、罗嘉玲、冼连宝、叶世雄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